杀，这球打得有点太勉强了。拉斯枪出我，终于来，今天拉斯史密斯第一次得分，其实是在小外援里边啊不算出色。林间要投了，这个球带着漂亮的旋转，为三分没投进。拉斯提速，哦呦，厉害！面前三个防守球员一往无前。奥泰隆，哇，福建队这边三分接着来，纳斯，哦，突进直接双手灌筐了，阿特史密斯给人小小的秀了一下。朱元熙是冷血杀手，大场面球员，小刚反超了，纳斯史密斯迅速三分给予回应，这也是大心脏，超级得分手。断了，再来，哦呦，这个就扣飞了，想小小的斩。纳斯再往里突，给到身后的王哲林，中距离稳稳弄中。纳斯调整之后，篮板球没保护好，再往里突，他们这球防得不错啊，协防而且动作很干净。纳斯自己来，哦，嚯，这个球从篮脖子上拍出来。再来欧洲步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今天首钢后场的篮板球丢的真是，转身赵泰隆，战术算是打出来了啊。这好说，陈林间好球还能续得上去。阿斯提速，再给陈林间第四个三分球，还有连续两记三分，陈林间六中四的三分。三秒两秒，拉斯史密斯篮板球不错，阿斯再来，真是生猛啊。看福建的防守，嚯，阿隆杰克逊，这在他的进攻选择里边不多见。哎，失误球，直接给北京的球权。拉斯史密斯啊，你越跟裁判断了，反击还得自己来，你完全就是攒着火呢。长甩，这个被北京队利用了，范斌指导看到需要做暂停的。米尔顿已经两双了，阿斯，而且啊，无论是谁，这个时候福建队需要有运动战得分。回，停下去又断了，哎，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啊！你对裁判不满，对对手的犯规，刚才顺下，王哲林，好球，终于是。在篮筐上撒了一口气，就是这比赛，德林还是孙哲，这两个内线都防不了挡拆，他现在在逐渐增加自己掩护之后的出手次数。赵泰隆啊，救命的三分，太关键了！犯规，这边亚尼斯气得直跳脚，长甩漂亮，拉斯史密斯贯穿半场的一个助攻，这五分球还是很关键的。回来继续看第四节。
卡斯跳步，哇，厉害！六秒、五秒，两个人夹击持球人拉斯，哎呦，差点三加一。今天也两胜了，但是他这得分啊，场均35-36分啊，算是勉强及格。罚球篮板，哎呦，何龙达掉球了。超远三分，续命的球啊，都是。这个时候战术打不出来啊，就得靠个人能力。哈密尔顿。不是不可以投啊，放得这么空，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去往内线打。福建队北京首钢基本上这赛季形成第四节的一个标准模式啊，前8-9分钟哈密尔顿带着打，最后3分钟啊，阿伦杰克逊上来呢控制节奏收比赛。拉斯扑过去还是打成了啊。哎，所以呢也是相应的来布置这个接球战术。